子龙姐是你人生中最大的贵人。在拍的时候，医生不是一直绕着你转吗？有没有？哦，转了好几圈，有没有？对啊，跟那个苍蝇一样，有没有？感觉我像一坨屎。这里真的是世界级的歌手或演员或是明星都有来过这里，张学友、郭富城也都有来过，很多人都来过，罗斯福没来过。子龙姐疫情这两三年在家没有荒废，我发现她这一次真的是完全脱胎换骨。哦，之前都唱的不好就对了，也没有了，真的后面皮肤哇，姑姑都比她。哦，你会模仿张学友吗？但靠你面淡忘讲一交情，我愿默然带着泪流，很想一生跟你走。那你模仿张学友唱《男人的汗》。滴滴，咋都难以关。你看，狗弟，你看，你从台湾来马来西亚表演，你还会带伴手礼给老师们，我每一次都会带 啊，因为他们要跟你跟得很累。对，不是因为怕万一他们把我 key 弹错了。以前我们秀场的时候就是要这样，你没送的话，真的，他故意被你弹错 key， 真的。不要担心，我们常来啊，每一年我都会带点台湾的一些伴手礼来到这里啊，给他们一个诚意啦。其实他们也不是要多，就是一个诚意。刚在拍的时候，医生不是一直绕着你转吗？有没有？哦，转了好几圈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就跟那个苍蝇一样，有没有？对啊，感觉我像一坨屎。这里真的是世界级的歌手，或是你想得到的，我们认识的一些歌手或演员或是明星都有来过这里。张学友、郭富城也都有来过，很多人都来过，罗斯福没来过。用尽方法却不能两全。鼓掌，跟子龙姐要上台了，对，很紧张哈。哎呦，子龙姐紧张吗？哇，哎，像皇后主场，子龙姐在端一个盘子，就很像你们在送客，喜糖有没有？哎，哎呦，真的一个资深美魔女。真的，淑蓉姐是你人生中最大的贵人啊！真的，而且你们两个默契好好，你们短影音是有史以来拍两次就成功的，真的，你跟淑蓉姐的默契，对，开玩笑的，她比我老婆陪我的时间还久啊，只是没有睡觉而已，哎，没睡觉。淑蓉姐，我问一下哦，其实像这几天在彩排啊，我看故障跟你的对话，你们感情很好。但是有时候他都一直在乱讲一些，你都不会生气吗？要是他歌没有唱那么好，对啊，还是有实力在，哎，鼓掌耶！好，对，实力胜过一切。OK， 但是讲话还是难听。淑蓉姐真的是个性非常鲜活，我从年轻的时候就碰到淑蓉姐，她一点脾气都没有。所以你都用来扔头情，扔头情，我打开扔头情，我不会在乎这个。最重要是要观众开心，观众开心，真的。准备上场吧。OK， 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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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双姐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
好，我们的辛苦的舞者，每个都辛苦啦，看到美女就这样，真的走开，你走，这就放飞。男生在后面默默比赛，男生走开了。麻烦你们了，谢谢，谢谢。老当益壮。楚龙姐，疫情这两三年在家没有荒废，对啊，对，是吧？而且我还觉得更精进。对啊，那之前我们每一年来表演的时候，我发现楚龙姐每一次在上台的时候都稍微还会有一点紧张的这种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发现她这一次真的是完全脱胎换骨。哦，之前都唱得不好就对了，也没有了。阔别了三年。哦，真的，这样说我更有信心了。对啊，哇，六十几岁还可以这样。喂，你不要讲年纪啊，是啊。我觉得心情最重要。是啊，而且楚龙姐真的是，她几乎每天都会到健身房。哦，而且她跑步跟人家不一样。怎么说？跑步就是在跑步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楚龙姐在吗？你看才扭出那么漂亮的臀。哎，美人鱼，楚龙姐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？侧面，侧面。哎呀，这哇，真的是后面皮肤哇，哎呦，这那我先打的对了啦，姑姑都比他哦，这是一种对这个职业的一个尊敬，敬业，敬业。我们不希望站在舞台上看到我们垮掉的那种啊，因为我很爱唱。对，我们在舞台上一定要把它唱得好，献给观众。哎呦，听得开心，听得舒服，享受最重要。对，尤其楚龙姐，你看那个安娜，还有《追忆星辰》，我怎么说这些经典的歌曲，就是由她来唱才会特别有味道。安娜，每次你到这样呼唤我，每次这样呼唤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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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你要说不用担心，因为我爸他很多岁真的真的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是有版权问题，所以舞台上的东西我们不能拍。哦，那当然，因为有版权，所以我出。对对，现在都有。对，如果大家真的想要看我们两个一起合体表演的话，对，那就要买票啊。我们怕近距离拍楚龙姐，有些男生会拿去幻想，这就不拍了。拍潘金莹，美呀、啊，OK， 可以保养太棒，不可思议了。好啦，那希望之后看姑丈跟楚龙姐，还有在别的地方演出，好不好？好，还没有教授的，赶快过来哦。OK， 好 ，OK， 蓝秋勇，罗志峰，啊，不务正业，耶。姑丈，这里是云顶的后台。后台，对对，我跟你讲，以前他这里好像有稍微整理过，墙壁有稍微粉刷过，但他之前都挂相片啊，啊，挂很多，就是世界各地知名的一些 artist 来这边表演，伍佰啊，伍佰大哥啊，李克勤，动力火车，哇，许冠杰，什么 ？OK，SHE， 邓紫棋，Kenny G 也来过。哦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哦。力宏哥，哇，张学友，你会模仿张学友吗？人靠你面淡忘，讲一交情，我与墨缘带着泪流，很想一生跟你走。哇，那你模仿张学友唱《男人的汗》。滴滴，咋都难你管。好猛！哇哇，蔡杰嘞，蔡杰。OK， 哦，任贤齐啊，林志炫，还有一个，来，你过去一点，有啊，你过去一点，这个，哎 ，OK， 好，就这样啊。我跟你讲，之前还真的有跟楚龙姐的像，真假的拆掉了，不够大牌啊。
对啊，不过国际、欸。可是没有，这一次两场，一场都5000多人，所以说我们要感谢我们啊，新马地区还有印尼地区的东南亚的朋友。Yes。